参加这个展览会第三次了。我已经参加了三次展览会啊，展览会的规模那个越来越大，很多那个朝鲜人民和朝鲜的公司啊，很关心这个展览会的。所以我看朝鲜现在在金正恩同志的那个领导下，为了建设强盛国家，都努力了。在这个机会，我们展示我们的展品呢，产品给朝鲜老百姓和朝鲜的会社，通过他们普及我们的产品。现在我们展览的这个产品都是这样，太阳能发电系统，有家用的，有办公用的，主要是为朝鲜老百姓家庭自己用的这样的简单的系统啊，一套几套系统都准备好了。我希望朝鲜的老百姓用过我们的产品来那个普及咱们的产品，在朝鲜人民那个欢迎我们，欢迎和接受我们的产品。